大家好，大家好，非为宝术由你讲又到啦，李先生你好，陆总你好 ，OK， 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有问题问咧就都有啲特别嘅，咁啊我问一问先，呢、這个朋友问咧就话中国武术咧门派众多、嗯，大家都各有特色嘅，请问门派系点样形成嘅，师傅？嗱，其实门派形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譬如有啲地域啦，譬如我哋广泛咁讲，我哋叫南拳啊，呢种叫北拳，呢、這个就系地域，地域分南北之分啊。咁有啲呢就係、是、取決於啲模仿動物啦，譬如你會我哋大聖佛掛滿後拳啦，咁、啊、你係模仿動物嘅，咁或者有啲模仿螳螂嘅，咁叫螳螂拳啦，或者蛇形拳啦，咁呢啲係仿效動物而有一個啟發而產生一門功夫嘅。咁亦都有啲功夫呢，就係、是、譬如我用外加拳功夫，我係講氣力嘅，硬崩崩嘅，而我講內加拳功夫，我係講呼吸，講點樣以力化力啊咁样嘅，咁啊就慢慢形成好多唔同嘅流派，咁亦都有啲咧系讲姓氏啦，譬如我哋广东人好多功夫啊呢位陈师傅嘅陈家拳啊，呢位李师傅嘅李家拳啊，或者呢位林师傅嘅林家拳，就话呢位林师傅去教佢功夫，或者呢位李师傅去教功夫，咁呢啲都系比较朴素啲嘅功夫咧，就冇乜花枝招展嘅技术，但系只要就将呢个人咧嘅功夫带出嚟，咁佢。唔知点改个好靓个名喎，佢就用姓氏咧嚟决定佢个门派嘅功夫啦。咁、即系其实呢、這个譬如我哋讲呢个个人嗰啲啦吓，即系一个即系由佢嘅祖辈传俾啲功夫。咁其实即系话咧喺佢之前咧已经形成咗个体系。冇错，有个体系嘅。不过咧佢就可能将佢咧就集咗佢，即系更加即系系统咗，然后俾个名佢。咁所以咧由佢开始有个呢个功夫就出嚟啦。其实都引申好多，譬如好似头先你讲，本身系学咗，譬如一个师傅，佢教落咗四个徒弟，咁啊四徒弟都学有所成啦，咁啊大家各自发展去唔同地方发展，咁但系你发展个过程里边咧，你可以根据佢嘅经验，或者佢对其他武术嘅知识，侵袭咗佢落去呢个门派里边咧，可以形成一个新嘅拳种，咁但系咧，佢可能改个新嘅名，因为组合咗其他唔同功夫啦，或者佢咧，我唔需要改啦，我。依然用翻佢原本功夫嘅名称，但系咧就同佢师傅教嗰啲咧就略有分别啦。咁形成咗一啲新嘅拳种也好，或者一个原本体系嘅流派里边咧有一个支流啊。冇错。咁即系或者佢哋其实我哋功夫以前我哋即系社会唔系咁，好似而家有高铁啊，有飞机咁即系通得咁方便噶嘛。可能就喺某个地方，佢自己成有一个体系。即係嗰個地方就係、是、可能就係佢嘅地方啦，或者嗰個環境裏面一啲功夫嘅體系。咁可能如果佢哋或者一個某啲原因要遷徙到有個新嘅地方，或者比較遠嘅，咁喺嗰度又結合當地一啲嘅武術，當地一啲嘅嗰個成個風俗習慣，咁佢形成一個新嘅都未定嘅喎。有可能，因為你始終譬如你當呢種古代由中原功夫帶到嚟我哋南方，咁你係經過個時間嘅孕育噶嘛？咁你吸納咗南方一啲可能民生啊，或者民風啊嘅氣候，咁你可能調節下你嘅功夫，咁呢就變成一個新嘅體系功夫噶咯喎。所以呢個有可能嘅。久而久之就成為一個新嘅。係啊，咁即係話其實都好多方面形成嘅，好多方面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可以講中國功夫嘅門派的確好多，好多好多。咁大家都各有所长，好多功夫都系同中之流。你一种功夫里面咧，演变咗可能十种八种功夫，但系呢个功夫个本质咧，系大家同一个老祖宗嘅。啱，呢个都系明白，所以大家都各自会取长补短啦，冇错啦，各自发展啦。OK， 好啦，咁你呢个问题咧就咁问嘅喎，李师傅，佢系贵视频介绍嘅简化套路同埋劈挂拳有咩唔同嘅地方咧？我谂佢应该讲系基础篇里面嘅基本功知识啦，系咪？我想都是，因为呢我们最初设计这个简化套路在这个线上学习的基础片里面，我们是考虑到呢观众是不懂的，
朋友系唔识嘅，对象系咁。咁啊，而且咧，你因为透过视频咧，就一定喺屋企噶啦，你哋唔会走出街嘅。当然可能就系咁。我你屋企嘅范围有几大咧？咁可能条件唔系咁丰裕，地方唔系咁大。如果我哋将我啲嗰个套路咧，系个地方拉得好大，我要好大地方先能够练习到咧，咁变咗人人嘅条件咧，未必应付得到。咁所以我哋咧就系揾一啲咧适合家居练习嘅。咁同埋我哋个招式里面咧，其实全部都要带性劈棍嘅招式，只不过我哋揾一啲咧容易上手，同埋有代表性嘅功夫咧嚟组合一个简单嘅套路。咁但系呢有乜好处咧？就话如果呢啲朋友佢学习咗我哋啲基础片，将来有机会参加我哋一啲实体嘅训练班咧，其实佢好容易上手。即系佢有个基础嘅，系啊，基础有基础度噶啦。咁如果佢熟咗之后，可能到再学呢个大性劈棍嘅功嗰、那个招式嘅时候咧，就可能更加。即係得心應手啲，冇錯冇錯。所以咧呢個都係呢位朋友佢都好有心思嘅，我諗佢應該都咁希望佢咧就練得更加純熟啦好啦，咁啊嚟緊呢個問題咧就咁嘅，佢話學武啦嚇，練武實體嘅班組學習係咪教自學自練嚟得效果更加好啲咧，師傅？其實原則上係兩件事嚟嘅，即係如果喺我個人經驗裏邊咧，就一定係。实学或者团体学咧，即系面授嘅咧，系俾你一个人揸睇住个视频嘅，因为视频咧，你只系一个模仿，视频唔会讲出你嘅优胜嘅地方喺边度。但如果你话系咧单向嘅，如果我哋喺一个群体学习，你有咩错误啊，或者做得唔对嘅地方咧，好啦，教练啊或者师傅咧，第一时间可以纠正你，俾一个点样改良嘅方法你。咁我觉得咧，呢个视频咧。是可以做一个即是冇定嘅冇时间啦几时睇得啦你可以做一个温习或者用一个帮助你记忆。咁但如果你真真正正想学到技术嘅话呢我觉得都系面对面同师傅有一个面对面嘅交流呢系会系好啲。咁师傅有一个问题喎咁我哋呢、這个即系我哋呢个全程计划呢就系线上㗎嘛。线上。咁你而家咁讲就线下咁好咁样就线上嘅又有一啲即系有个问题咁会唔会有矛盾呢其实都唔系矛盾咧，我哋都系希望将呢个大圣劈挂门啊，透过线上啊，会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一个构思紧咧，就话会唔会我哋有一个第二阶段咧，系真系可以做一啲全城嘅班组实体嘅、okay. 学员咧，可以同我哋咧一齐面对面去交流，一齐去学功夫嘅。咁呢个都系筹备中都。即系意思，我哋呢次推广就系先系将我哋大圣劈棍门嘅令到多人认识，冇错，真系广泛被认识。系，即系通过网上咧，令人多了解我哋嘅门派嘅个功夫。跟住咧，我哋会有另一步，可能就系话真系做一啲实体嘅传承计划，真系个教授嘅。始终传承咧都系需要一个教授先得嘅。呢个教授咧就系唔系话我哋睇视频，而系话你面对面，你可以提问题，我可以回复你，或者你有咩错处咧，我可以即时咧。是个纠正你这个先是一个传承的正式方法。即是当然我们不排除视频都有个作用的。即是其实很大。是。他这个视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你透过视频你在一个很短时间里面你是吸引到很多人。是。那个宣传价值呢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他可以不用即係佢一諗起想學就唔使揾下師傅啊嘛，佢即係喺視頻裏面自己練咗先。咁變咗我要有一個實體同一個視頻咧，如果我哋互相點樣係調節得好嘅咧，其實互相好大幫助。呢、這個咧都係將來我哋呢啲手藝啊、工藝嘅一啲傳承一個趨向添。呢、這個係現代社會裏邊咧必經嘅路線嚟嘅。係 OK，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再提提大家咧就係11月31日咧嗰個喺灣仔活動中心嘅工作坊咧。希望大家早就報名，咁啊喺呢個網站度報名啦。咁另外仲有幾個，我哋而家暫時都有嘅時間嘅，咁啊即係11月21日啊，同埋12月25日嗰啲時間。咁嚟緊咧，我哋仲有不斷有加多啲，因為我哋嗰、那個場地咧都開始會確定落嚟噶啦。咁到時大家密切注意我哋嘅呢個我哋嘅網站嘅資料啦。係啦，踴躍參加啦。咁啊，多謝大家，拜拜。拜拜。